来逛个街，实在没东西吃了，不知道吃啥。I'm starving。这全是甜的，是不是有点不顶饿呀？桂花糯米藕、桂花藕粉圆、蜜汁什么藕。我怎么能先去修个修个脚吧？问你有多深？虽然不顶饿吧，15元单只，20元两只，可以先搞一下，搞个甜品试试。巧克力的好，但不是我给你的。一小时吃的那两块钱或者3块钱一个的，比饮料浓很多。我不是扬州人，我在咱们也啥用？没用啊，你这是撵我。10:55，饿死了。I'm starving。哎呀。